当我们想要从痛苦当中得到解脱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为什么会有痛苦。从大乘佛法的因缘观来说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就是这痛苦是内心引生的，不是外境引生的。诸位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你如果情绪不好、很痛苦的时候，有一种很热闹的力量在干扰你，你去查你的心中，忍者心中必有一物，就是你产生错误的联想。 而且这个联想一定是单向的联想。这个人真是坏，我对他这么好，他竟然忘恩负义。其实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想，其实这个人他不是好，也不是坏，他是一个因缘法，双向否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经常用双向否定，你的内心会慢慢慢慢从不平等而变成平等。我们内心当中经常升起一种不平等的单向思考。 落入有所得的好坏得失当中，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痛苦。这个时候，佛陀要我们修思寻思，用这种双向的否定思考，使令我们安住在一种平等的无分别的内心状态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破变计执。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你要经常去关照你的念头，你一天当中，你的心都在想什么事情？如果你发觉你一天当中，睡觉不算。 你都在这些人事上分别，这个人对我很好，那个人对我怎么样？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得失？你都在这个人世姻缘上打转，你的生命很难增上。你来生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子，没有增上的力量。一个修行人遇到人事的时候，要往道理上去会。这个人对我很好，你要思维他的道理哦。我前生跟他结善缘，这个人对我很不好。 我前生跟他结恶缘，就是说，一个修行人心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观察道理。这个人世只是借势来显理。当然，我们从人世当中，哦，你看这个人长得很庄严，他前生有持戒的功德。你不要在那个人世上的庄严去打转。就是说，看到什么因缘，你就想到什么道理。这个无我性真如，包括人无我，也包括法无法。 就是二空的真如理，古德经常说，如如理生起如如智，如如智还照如如理，说如如智是从如如理引生的，然后如如智又照如如理。这个无分别智的去向是很重要的。今天你看到了，不管是好的境界、坏的境界，如果你想要修无分别智，你的心的去处就是观察它是我空、法空的真如理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。 因为你要修无分别智，它的所缘只有一个无我性真如。你要经常把生灭的因缘会归到不生不灭的真如里，这个就是你的所缘境。我们凡夫的分别心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从阿赖耶识而来。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分别心呢？因为你前生有这样的经验。阿赖耶识就是业识，我们从阿赖耶识而来，又攀缘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果报，这些根深器节 然后又造业，造业以后又回熏到阿赖耶识，又加强一个经验。这个经验来生又产生一个新的分别，又去分别这些人士的因缘，然后又造业，又回到阿赖耶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构成十二因缘流转的一个主要问题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生老病死。现在你要修无分别智，这个思考要改变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 我从真如而来，你从什么地方去？我从真如而去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这个地方就是，其实这个所依因缘跟所缘这三个，就是告诉你怎么修无分别智。后面只是在讲它的功德作用。你要知道，你不管是在任何的人世因缘当中，你都要观察，不管是顺境、逆境，它的真实意就是无我性真如，这是你的所缘境。 你只有一个所缘境而已，你要慢慢体验大乘佛法。他那个无助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把身心世界全部舍掉的时候，你就拥有所有的功德。佛法的下手处是舍，结果是得，说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现在修学佛法，还在流转痛苦当中，就是我们不愿意舍掉自我意识，不舍掉心中的法值。